来推动1280的月票。那我们在竞选期间的时候，我们在地的蔡适应委员有提到，自付额是1亿的话，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方案。那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金额以内的话，那我们是愿意来评估，看这个案子是否可行。可是因为基本上基隆跟双北还有桃园的月票的一个制度跟实际上的金额，可能要精算过。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未来如何在1亿元里面能够有效达成我们的月票，我还会敦请我们的在地的蔡适应委员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个政策，因为毕竟这个也是他当年所提的政见。我希望还是就像我之前邀请他跟他共同努力一样，在他的协助下，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1280的这个政见跟月票。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